接下来怎么做？看你们的表现。梅，修文，我没事，你不要。陈明有这个能力，爸爸保护不了妈妈，也杀不了丽媛。 玄武思拳的功法所在。 现在干这样的事儿，都打着艺人的名号来干了吗？我干嘛了？不知廉耻！你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不要管我。谁让你这么做？渣呀！你还是去死吧。好的。 导演，我画好了。看不着脸吗？
丢下来的，他要害咱们吴家。不对，你不应该在这儿，我儿被算计了。快！我比他们强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他们当时并不知道，在发现自己心意更早之前，他究竟是谁。 虽然你立了功帮了我们，但是你牵扯此剑朝廷重案，必然知晓。还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真的不想当少城主。韩叔，你放开他！韩叔，你干什么？那韩叔，你放下！那日三公主中毒之后，可是亲口说的，失去了竞选少城主的资格，整日以泪洗面。谁给他下的？现在又说自己不想当少城主。 三公主的心思果然如同海底针，难猜的紧。你们竟连朕倒戈！你们究竟朕哪一方？一手捏碎了花符，说从此以后只认人不认符。如今我们只是换了个人听令罢了。给我点时间，快开通管道！ 不要学，我说话。我爹爹看一眼，说不定他还能救活呢。啊！你不许欺负小结巴！你别打小结巴！你放开他！闭嘴！你这样做什么？我是来救你的，小结巴。你快走！